出发，好嘞。大家好，我是托尔迪。今天我和朋友一起来到奥瓦迪县道朗布鲁，带大家欣赏美景，体验道朗布鲁的文化。景区门前有一个很大的拇指狼头，用虎咬木根雕装饰的城堡大门，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神秘感。漫步刀郎城堡，音节不下的是刀郎人的存在。营地处在的土木屋，让我感叹古人的智慧。居民墙上立体感很强的民族风情画，让我忍不住留下合影。甚至神秘幽深的原始胡杨林，给人一种自然乐在其中的感染力。这里不仅有特色建筑、美丽的风景，还有悠久的刀郎文化，真美的俯视，豪放自由的舞蹈，高亢明亮的歌声，让我深陷刀郎文化之中。我希望刀郎歌舞文化能够传承发扬光大，走向全国。近几年，我的家乡通过发展旅游行业，创造了经济效益，为家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。在我看来，新疆旅游行业未来可期。